今仔日要讲关于诗篇二十三篇，哇！恁到到这也要听到会很侪摆了诗篇二十三篇，佮要讲关于诗篇二十三篇。啊，现在恁有诶，也是已经略念咯。现在会后对第六未则念啊，到第一则咯。啊，我相信这个对大家人讲，啊，这个是咱规个圣经其中一个第一。啊，咱最爱的哦，一篇诗篇哦。但是，干那之外，过一摆经诗篇二十三篇来讲啊，今仔日啊，是因为啊，顶礼拜咱知影这个英国的王后Elizabeth伊丧葬的时啊，咱听起伫其中这个节目个是伊家庭底下三个唱这个。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The Lord is my shepherd。所以，我下载记得到啊，关于啊这个诗篇啊，托马斯苏珊基也是有讲到伫咱这记这个亚历不安的世界哦这个诗篇二十三篇应该讲是对咱真大的安慰哦。无管你伫什么情况。这首诗篇哦，我通底下来帮助咱，所以咱今仔日每个一摆来看诗篇二十三篇哦。头先我爱问恁哦，恁上下有恁最爱的动物，就恁的 favorite animal 是羊啊？咱上下中间恁最爱的动物哦，恁的 favorite animal 是羊，有无？OK， 现在有哦，因为羊咱看起来哇也可爱哦，所以绵羊我喜欢你绵羊，不是山羊，可爱的绵羊。OK， 绵羊 OK， 但是咱真罕是听起人最爱的动物是羊，干哪只呀？恁捌想到干哪上帝？羊只羊哦，来形容咱甲伊关系。伊敢来形容伊家己正做一个牧者，然后伊形容咱哦正做羊。敢来咧无羊狗 ，OK？ 咱是狗哦，了伊是咱的主人，还是咱是象，还是咱是骆驼 ？OK？ 敢来咧羊羊啊？恁捌想着无？恁捌去想看敢来？上帝来用羊来形容咱甲伊关系。OK， 伫这个诗篇第一节就伊讲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个啊，这里是一个信心甲信靠诶一款诶夸耀哦。OK， 这个可能像你讲，我老爸是总统。OK， 你诶也看诶个人讲哦，你袂也细声来讲。我老爸是总统 ，OK？ 你讲个也大声，咁是你讲，我老爸是总统 ，OK？ 也夸耀个讲个，因为这个是一个 boast， 是一个骄傲，夸耀哦，讲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现在看呐，这个诗篇二十三篇这个代笔。大笔王用这个牧者甲羊的关系来形容咱甲上帝的关系啊。Most likely 是因为伊少年的时，伊正做一个牧者哦。伊明白这个牧者的感情，然后伊也是看到遐羊在那底下挖苦牧者哦。但是我相信，干那只。上帝来用只羊哦，来形容咱甲伊关系 ，OK？ 犯罪动物，跟那上帝来用羊来形容咱甲伊关系 ，OK？ 羊哦，甲人哦，真侪撒旦，真侪撒旦的所在哦。第一题 ，OK？ 我唔是咧讲，大家人也臭啊，但是OK， 但是你若捌去到羊。羊的叫做什么羊片 ？OK， 羊的
油条。油条 ，OK， 坐下。你若去用油条哦，你就知影哦。那调配出来有记得一些点的哦。你若去到一个油条哦，哇，也蛮大臭哦，个所在哦。因为咱知影，油哦，啊，因无咧涨下个哦，因为因是靠日落雨安尼淡淡咧，摇摇咯。所以因为油门也多哦。所以逐摆生啊，做物件食哦，甚至怀啊站的物件拢总掉掉了。所以你着起着一个羊条哦，你看着真臭哦。这个毋是讲人真臭的咯，但是咱人真侪侪哦，甚至会使伫遐形容咱人可能像羊伫遐卖咯。第二，羊哦，是真顽固，鸡甲牛讲的啊，顽固甲牛讲。有位咧研究到伊底下，研究跩八动物的 IQ 哦。其中一个第一个 IQ 哦是羊 ，OK， 伊比猪较低薄伊 IQ。羊哦，通常咱看到伊底下会滑落去，喺山崩咧哦，对山的边头滑落去哦，然后伊也上拍无，伊就无逮到伊个目标，伊就底下拍无，滑落去。羊哦，伊是真够惊的动物哦，甚至有。有一只红诶，白兔，安遐跳过去哦，伊就伫遐开始拍你咯，然后伊来拍你个笼中诶底拍你个规群诶羊，然后羊啊是真无无助哦，也还有类似一款动物哦，伊来伫遐搏刀诶时哦，通常羊诶伫遐搏刀刀掉去哦，伊来安尼刀掉去哦。伊不要家己倒爬起来，其实是几落小时，还是几落日，都真安尼倒伫遐哦，倒到伊腰死，还是腿打死哦。然后伊就去挂倒安尼哦，伊个胃哦无通循环哦，无通到伊心咧，所以通常几点钟会死哦。OK， 那无一个木架哦，去家己牵起来哦，去帮助伊倒爬起来哦。伊就是永远安尼倒伫遐安尼，咱大家都叫做希腊达了 ，OK？ 所以羊是真 helpless 哦，伊家己无通帮助伊家己哦。然后羊是倔强 ，OK？ 倔强的动物哦，咱通常看到羊安尼哦，因为伊逐摆想说隔壁的草哦。隔壁的田的草哦，较青。对，咱英文讲 ，the grass is greener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fence 哦。所以羊哦，通常伊袂满足哦，伊会去想要去食咩隔壁的跩草哦。所以逐摆去 stuck 咧啦，伊头 ，OK， 伊头入去 stuck 咧哦，伊袂晓家己倒吞起来哦，将伊头安尼个网咧倒出来哦。若无去木架哦，伊都给看来哦，这个羊是永远安尼徛伫啊，伊头 stuck 伫啊咯 ，OK？ 然后落尾羊是一个仆人，啊是群众的天性啊，佮有一个 mob instinct 啦，所以伊来看到伊头只。头前一只羊在创啥哦？伊会跟个，伊头前一只羊若行去倒咯，也是跟去行去倒咯。伊羊若行去，互人食哦，伊刷落去也是行去互人食恁哦。这个是真正的发生的代志哦。伫2006年哦，伫土耳其哦 ，Turkey， 有一只羊哦，伊跳落去啦，安尼个山崩了，伊跳落去个。然后隆重地跳落去哦，400只羊哦隆重死哦，迄日
啊，因为伊第一只羊跳落去哦，所以羊有一款啊，你妈咪 instinct 个看啊，怀疑把只咧创啥也是会得哦。但是虽然咱安尼啊，挖苦吧 ，OK， 咱安尼款的天性哦，啊，对头壳的天性 ，OK。啊，咱的主耶稣既然也啊拣选了咱哦，救赎咱啊，请咱真多啊，伊个哦，互咱属伫主内面啊，然后也啊过照顾咱哦。OK， 咱你捌想无啊？犯罪者羊中间哦啊，无生无生的木者啊，因逐摆杀甲被罪者杀甲食哦，特别的力道安尼。然后因个羊群哦，隆重也是三甲做一下哦。所以这个牧者要怎知影讲这个羊是伊个啊 ？OK， 犯罪只羊，那个牧者要怎知影讲一只羊是伊个，一只羊唔是伊个？伊会听伊个声，听主人的声音。OK， 伊个是第一道听主人的声音，等下我互恁看哦。但是更加重要的哦，您注意看哦，这羊有什么不同啊？可以您注意看，您有看到它的耳朵吗？记号。OK， 多谢。它的耳朵有记号 ，OK， 每一只羊哦，有它的牧者的记号 ，OK， 这个记号跟别的牧者的羊不同哦。所以这个记号咧，互伊甲八只羊有通认出伊甲八只羊哦。所以通常哦，那个牧者哦会用一个物件哦来创一个 mark 哦，创一个记号那个羊的记下咧哦。虽然这个是一个真痛苦的经过哦，这个 process 哦，这个真痛苦的 process。对这个羊来讲也疼哦，但是这个记号是这个永远的记号，讲这个羊哦属地那个牧者，所以接到这个记号，和一个牧者在影讲，谁是伊的羊哦，了解无上记号的，是唔是伊的羊 ？OK， 咱最基督徒这个是理解哦，是真最咱的记号。咱若有耶稣基督，伫十字架所为咱做诶这个记号，咱是属于上帝 ，OK？ 所以按照这个记号，你是毋是属于咱诶耶和华，咱诶上帝？咱是毋是回应伊诶权柄，甲认定伊诶主权呢？这个就是使徒约翰所讲的哦，海羊会晓听伊牧者的声哦，一个叫人哦，伊牧者做羊就会我来咯，甚至会带牧者。我爱问人哦，上帝来咧叫人的时，咱是毋是随时挖起跟地伊，还是咱继续咧创咱的代志？OK， 一个好的牧者哦，basically 是个羊所需要的一切哦，伊无需要任何别项物件哦，伊只呐需要一个牧者咯，因为牧者为伊陪伴一切哦，伊也保护伊，伊也供应一切需要哦。等下我互恁看一个哦，看怎啊底下来供应因，怎啊来保护因哦。所以可能像一个 baby 哦，这个 baby 伊所欠用的钱啊，伊的爸母人哦，伊无欠用别项物件哦，伊爸母在底下伊一切的需要拢有通为着。所以这个是诗篇二十三篇用安尼款的 concept 来写的哦。伊讲我无低高，我的确无低高欠缺 ，OK。我无底下无欠缺什么物件哦，这个欠缺哦，这个 I shall not 哦是
现在哦，啊，伊唔是将来，伊讲现在我无需要任何嘅物件哦。啊，这个也唔是讲我有各项嘅物件哦，这个无相哦，我有各项嘅物件，我有一切哦，叫我完全满足我所有嘅。OK， 这个意思是讲我有嘅哦，我完全满足哦，因为我知影。我目前入学的供应我隆重我一切需要，虽然我无隆重物件哦，但是我需要的哦，啊，我已经有了，因为我目前的予我，啊，我安尼啊感觉真满足哦，所以这个是一个真满足的一个statement 哦。OK， 所以这个是一只羊哦，对伊的目前哦。甲伊个处境哦，底下完全的满意。OK， 这个木家哦，正是一只羊所需要的哦，因为啊，这个好的木家的本性哦，就是啊，顾伊个羊群一切需要，像父母啊，你顾婴孩安尼啊。第二句伊讲，伊予我倒伫青草的地顶，刚才咱有听到了这个啊，伊予我哦，唔是个羊家己。倒伫青草地顶哦，是个牧者予伊倒伫青草地顶。但那伊也是讲安尼啊，是因为啊，这个牧者啊，这个羊哦，伊袂倒落来哦，啊是袂休息哦，除非啊，除非第一，伊无惊吓哦 ，OK， 无惊吓，意思是讲啊，无在啊。动物要食伊哦，伫附近，所以伊就感觉真平安的时哦，真secure， 真 safe 的时哦，啊，伊才有通倒落来休息哦。第二，若无紧张哦，伊才会倒落来哦，无紧张我是无冲突哦。咱通常听去过哦。龟甲羊算是 territorial 的 animal， 意思是讲因家己因爱的所在哦。老人去躲咧因的所在哦，龟伊会躲回八只龟哦，但是羊咧，羊会创啥？羊会用伊的肉 ，OK， 伊尻川哦，蹬八只羊啦 ，OK。所有羊伫伊 territory 哦，伊就用伊个尻川哦，去给蹬走去哦 ，OK。所以伊若有最紧张或是冲突多个个只羊，伊袂倒咧哦。但是，伊个牧者乐高的时哦，不管因国阵啊伫遐咧冤家哦，因个情绪哦。那个牧者来到的时候，因就会看牧者，因未过伫遐冤家咯。第三，羊未倒落去哦，伊啦感觉真侪好心咯，还是侪疼哦，也咧叫了伊哦。通常来到夏天 ，OK， summer 的时候，真侪侪虫，真侪侪 insects 哦，会生伫伊个屁咧哦，还是伊个头咧，所以咱也想看到侪羊哦，伫底下咧摇伊个头，还是咧有阵啊会走去手咧，底下咧爬板，捌看到无？我羊走去手个边头，底下咧爬伊家己个。OK， 是因为也侪侪虫哦，还是侪不款的侪动物底下咧叫了伊哦。所以是只那一个牧者哦 ，OK， 只那一个牧者底下给抹油哦，通常伊给抹油，所以咱有一句伊甲我抹我的头哦，用油抹了我的头 ，OK， 是咧形容个哦。通常个牧者会用油哦来抹伊个屁哦，还是伊个嘴门哦，或者
布施那是做一堂哦，未来差异。最后哦，这个羊哦，来感觉伊腰冷哦，伊会倒伫青草堆顶，伊会倒落去哦。伊来感觉伊会伊腰腰冷时就需要食的时哦，伊就伫遐会休息哦。所在一切哦，咱看到拢总是伊牧者为伊来陪伴的哦，伊牧者伫遐互伊感觉。safe 然后伊牧者底下互因未冲突，伊是伊牧者将在糖甲互神互伊未来差异，然后是伊牧者咧带伊到通食诶所在哦，所在一切拢总是伊牧者为来做哦，所以咱则讲伊哦伊牧者互我倒伫青草堆中。OK， 是因为是牧者provide 了在隆重。为有一牧者哦本人造成免除哦，顶下咱所讲的在一切灾害，只有伊哦造成和一牛哦倒落来安息到得到满足哦。可以说落去讲，带我到通安许个水边，对？现在咱是听到了这个敢若通安许个水边啊，可以因为羊哦无通伊无伊袂安用个咧流个水哦 ，OK， 咧流个水源哦，安遐啉，敢若是袂安用个咧流个水源安遐啉啊。Okay， 因为也冷死哦，通常个水在咧流哦，伊很冷哦，然后伊安尼啊拨落去哦，那个水拨落去，引起哦。所以，羊哦，就个伫这个安息通安息的水边遐咧啉人哦。Okay， 通常做通安息的水边，是这个。牧者为陪伴的哦，通常个牧者会将个咧流的河，给创一个浪哦，互个水袂流顺哦，然后伊跩羊群哦在安遐啉。这个羊哦，伊70%哦是水所做的哦，无清气的水的来源哦，因变得真烦恼，个真烦恼。OK， 羊群未对冲击流落的水源啉啉哦，伊通常是对这三款的来源来啉哦，就是通安遐的水边哦，是井水 ，OK， 井水、溪水 ，OK， 叫草顶的露水哦，露水，所以通常羊哦是啊早咧食草的哦。迄阵啊，也阁有跩落水包会抽，所以通常伊一个 source 伊个水是对下来的。伊予我的灵魂所生 ，OK， 咱第时就欠用，予咱的灵魂所生啊。咱啊跋倒的时，对吧？咱啊跋倒的时哦，啊是咱啊。discourage 的时候，咱讲通常羊哦，牙根扳倒，牙根扳倒，敢那是一个吃羊的扳倒啊？什么原因呢？英文是叫做 cast sheep 哦，个羊扳倒，所以什么原因吃羊的扳倒啊？因为辛苦也重啊。OK， 咱另外讲个哦，第一，因通常也爱运用个啊舒服个所在来休息哦，所以爱锻炼个啊 comfortable 个所在哦，然后咧想 comfortable 个时哦，因就底下会不离得气哦。第二，想过侪羊门哦，
啊，伊若伤过侪羊毛诶时，伊会无肉，咱所通常会伫遐跋倒。啊是伫遐，啊是有阵啊是大新哦，大新然后阁真侪羊毛哦，伊就伫遐无肉，咱伫遐跋倒。第三是，我可以头妈咱诶姊妹讲诶哦，伤过肥哦，有阵啊怀伤过肥诶羊哦，啊就伫遐也紧跋倒。所以，通常，这个牧者在创啥？来跋倒的时候，OK，伊就会伫遐，牵伊起来哦，因为头毛我讲着，这只羊来跋倒，伊袂晓家己倒起来哦，就一个牧者伫遐牵伊起来哦，无是永远的你倒伫遐咯。所以这只，这个牧者伊来看到羊，伊的毛也醉咯，伊会创啥？该煎了啊，袂伫遐跋倒咯。这个是代表咱人哦，咱人通常啊，咱若伤过舒服的时哦，是外靠家己的时哦，咱真外靠家己的时哦，这个真侪羊毛是代表咱的 self-sufficiency 哦，咱伫遐外靠家己，是伤过肥咯咱伫遐因为无咧。叮当哦，想过肥起哦，所以通常上帝就伫遐会给咱discipline 哦，伫遐discipline 咱，就是食着跩就给咱剪咱个毛哦，互咱继续活靠伊哦，为活靠家己。所以上款哦叫食牛撒旦，咱通常来真骄傲个时，还是活靠家己个时哦，咱就伫遐会跋倒。但是咱的牧者，咱的上帝，就伫遐会discipline 咱，教训咱哦，教训咱，互咱继续活通伫遐活靠伊。为家己的名，因带我行义路，OK？ 因为羊有一款的习惯哦，伊是一款习惯性的动物哦，伊逐摆是行上一条路，OK？伊袂去行别条路，甚至伊在咧食诶时哦，伊食啥当一个所在人 ，OK？ 伊在咧食哦，安尼个所在，一直食，一直食，食啊个所在哦，已经无草咯，甚至将遐草诶根拢总给揪揪起来食食去咯。伊有原来是徛伫搭咧食个人哦，这样啊就需要一位牧者给带去别地。所在通食哦，无一个所在会干呐食啊？会 erosion 去哦，还是 overgrazing？ 所以个所在会变无通个生草咯，会歹。所以六九安尼哦，一个牧者就将一个羊群哦，给带去别个所在哦，因为个羊群哦，袂晓家己去找别个所在来食哦，意思就是按那个所在伊习惯的所在哦，就是啊。伫食到规个所在无通个生草咯，所以牧者会创个是互伊伫遐一直去别个所在行去别个所在，即个是代表咱做基督徒，咱通常也爱行咱家己个路，给、okay？ 咱是习惯性个人哦，咱逐摆爱行咱家己个路。但是上帝底下，因为伊知影，咱的需要哦，伊就底下给咱带去伊的路。可以，我虽然行过死的幽谷，也无惊灾害，因为你甲我同在。可以，恁有注意到无？伫第一节到第三节哦，
伊遐讲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所以讲到伊甲我哦，伊甲我，伊甲我。但是到第四节开始哦，一只虽然我行过死的幽谷，你甲我同在。OK， 你有看到伊个 shift 无？伊个陈思想人个阶段，对第三人称哦，到第一人人称就是。Third person 哦，到 first person， OK。第四节开始哦，是变 second person 哦，到 first person， OK。第一节到第三节是伊甲我哦，第四节开始是你甲我 ，OK。所以这个是代表什么呀 ？OK， 这个是代表国家。更加密切的关系哦，对伊甲我哦，变得你甲我哦，但是这个密切的关系第时发生啊，当伊行过死荫的幽谷，因为咱最低近咱的上帝哦，第时啊，咱若拄着问题试炼的时，嘿，咱若拄着问题试炼的时哦，伊阵啊，咱第亲近咱的上帝。OK， 你若看恁的人生过去所遇到的哦，咱第一群咱的天父哦，是怎啊咱遇到代志的事，对不 ？OK， 我相信这个对大家人讲是事实的，因为咱若遇到试炼、遇到问题、遇到挑战的时哦，咱逐摆。赶紧来找上帝咯 ，OK？ 所以通常是咱伫经过咱的死荫的幽谷的时，咱才得近咱的天父。OK， 每一个山有伊的山谷个，通常落到夏天的时哦，这个落到夏天的时候，这个牧者哦，将这个羊群哦，给带去到外较山谷的所在哦，山顶的所在，怎啊子啊？因为外所在外色才开始咧羊哦，所以外所在哦，草较 fresh 哦，较青哦，所以这个牧者通常会将。这个羊群哦，给带去较近的所在，所以去到较近的所在哦，就经过山谷哦。通常哦，这个山谷哦，是真危险的所在，真的是，因为这个山谷通常会咧食人的动物多滴啊哦。然后因为春天到夏天的时通常在晒咧羊哦。所以这个山谷的所在哦，是真危险的一个所在哦。叫恁看大鼻王底下咧想什么啊？伊咧写这个诗，我相信伊咧想伊所经过最危险的时阵哦，特别是怎所罗王底下咧执意的时，要拍死伊的时哦，所以想到伊所拄到的最山谷哦，叫他妈我讲到的咱第一群人的上帝哦。咱若经过在山谷的时，OK， 你的乖，你的官拢安慰我。OK， 这个乖甲官是咪无同啊 ？OK， 咱知影这个乖哦是一个长长的，通常是咧来干阿子的。OK， 这个乖哦，长长肥肥的一个样的哦，是咧来拍。是来保护那个羊的哦，通常老在别只动物要来吃那个羊哦，
个木屐就是也用这个拐哦，也来拍在啊，在拍野动物咯。然后这个杆咧，佮这个杆是啊，长长的这个草，然后伊个头一个把人弯呐哦 ，OK， 这个弯呐是要来干哪呀？是要来交来哦 ，OK， 将来羊多来交来哦，特别在拍毛还是卖肉的羊哦，还是会去拔落去山旁的羊哦，用这个杆哦。啊，底下来做开可以背起来哦。所以这个拐哦，代表木屐的保护甲权威，然后这个杆哦，代表木屐的指引甲听说。给底下着有阵啊，来行唔着的时哦，就将这个杆哦，底下多给带多来行着的路。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 ，OK。这个真好笑，因为咱咧讲关于羊，这个羊诶，要怎啊坐伫桌顶咧摆食、摆食、宴食啊 ？OK， 通常哦，有阵啊人咧看这个视频二十三篇哦，伊是用两个角度来看哦。第一节到第四节是讲到上帝是一位好诶牧者，但是第五节到第六节哦，伊是讲到上帝是一个亲切诶主人哦。亲切的主人，所以第一节到第三节是讲到上帝的供应，第四节到第六节都是讲到上帝的保护。所以你们怎啊看到上帝的保护啊？伫第五节到第六节啊，通常哦，伫在东啊 ，OK， 伫 Middle East 是一所在哦，为旅客是为 traveler 哦。啊，因啊到一个沙漠的所在，啊，通常哦，伊个主人哦，伫个厝诶，会 offer 因。你家屋咯，也不是，你过去咧，转因日头诶，你先讲。OK， 会 offer 因来厝来住哦，那个旅客 ，OK， 这个意思哦是讲啊，不但啊要供应伊个需要哦，伊个食物，但是。这个是 guarantee of protection 哦，保证那伊会保护伊哦。所以这个旅客哦，这个 traveler 来去到这个牧者的 tent 里面哦，伊就底下有 guarantee 讲啊，在敌人哦无通来来伤害伊哦。所以你来伫这个shepherd 的 tent 里面哦。意思是讲 ，you are under your protection 哦，你的敌人哦，虽然来到个所在哦，无通来伤害你。你用油抹了我的头和我的后背抹药 ，OK？ 这个用油抹一个头哦，是意思是讲你咧 honor 哦，你的人客哦，是你厝内人客。所以你来 anoint 伊，用油来 anoint 伊哦，来膏抹伊。意思是讲伊是你under the protection 的人客哦。我一生一世，也靠个恩惠、慈爱、水地着我。这个水地哦，唔是讲安尼万万的地哦，这个是咧对你哦，咧接你哦。所以。安尼款的意思哦，我而且要徛伫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所以这个是代表上帝的同在哦，到永远。OK， 所以我来用这个来 summarize 规个诗篇二十三篇哦。这个好的牧者是咱的上帝哦，伫遐供应咱，伫遐引导咱。底下保护人，底下祝福人哦，伊用油膏抹人，就是祝福人啊。甲你沟通哦，甲咱沟通，就是甲咱团结。所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代表上帝的关心哦，伊会看顾。我的确无低到欠缺上帝的供应。以后我躲在青草堆顶是上帝，
的安息哦。伊带我到通安息的水边，是上帝所应允的平安。伊予我的灵魂所生，是代表上帝意志哦。伊带我到行义路 ，OK， 这个是伊引带的应允，要引带人。虽然我行过死的幽谷，这个是上帝的同在。你的乖，你的官拢安慰我，这个是上帝的安慰。你为我我的头哦，和我的腹背满溢，这个是上帝甲咱诶友情哦。然后伫我敌人面前哦，上帝保护你的恩惠甲慈爱要随得着我，这个是上帝应应允予咱的希望哦。然后我要徛伫啊，和我的殿中，就是上帝应允予咱永远甲以撒甲做一个哦，下麦。所以四篇二十三篇，然后予予咱看到这个牧者是咱唯一所需要的人哦。咱若有咱的好的牧者咧过咱哦，咱无个需要任何的物件。所以有一寡问题通予咱答复。第一，你的青草甲你的通安歇的水边，上帝把带你到你的青草甲你的通安歇的水边是啥物时阵啊？第二，来耶和华是你真正的牧者，你是毋是咧予伊？Do you make it easy for him to be your shepherd? Then I'll say, how can you make this personal? This is the one that I'm going to say, Okay, 这个是耶稣所讲的哦，伫约翰福音第十章哦，伊讲我是个羊条的门哦 ，OK， 是这个意思哦，意思是讲任何灾害要来害人哦，就先敬畏咱的上帝哦。OK， 咱大家也写过这个讲，我是好的牧人。好的牧人为着伊的羊哦来赦免 ，OK？ 我相信咱大家咱有经历着咱的上帝，咱的耶稣基督哦为咱赦免。那来做一个结束的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是阮的好的牧者，你伫遐放舍性命，为着要保护阮，为着要来救赎阮。所以阮感謝你，因為阮真需要你，唯一需要你，無閣需要任何的物件，是任何的人，因為你佇遐供應阮一切需要，佇遐使阮平安，佇遐使阮力量，佇遐使阮安慰。主啊，求你繼續佇遐正做阮的牧者，幫助阮會曉正做一個好的羊，佇遐來跟隨你，佇遐來隨聽你的聲音。我们的祈祷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